这是避孕套吗？对呀，姐的。什么避孕套？不是他背着我出去，他还拿了避孕套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我赶飞机。不是他拿了避孕套，他背着我出去，我回头给你们打电话啊。我赶飞机，我赶飞机，对不起，段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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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。 小姐，请问这两个男人是不是同一间房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唔该。我们已经等了20年，再等20分钟。毛医生，怎么了这是？有俸禄啦，拍电影啦。 现在电脑的技术这么发达，还俸禄？你要喘多久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怎么拧了？ 你为什么拿别人的避孕套？同志，冷静。